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吴三福的鲍一阳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蕉的养成计划。昨天限时宝箱刚结束，然后钻消耗的蛮多的，基本上是底存都没了。然后蕉的部分的话，今天是要练它。然后目前的话，我血脉奥义跟宇宙的部分都上，它现在是在54万。然后在没上的情况下的话，大概刚出卡时约在19万。然后我这次洗掉的角色是，跟大家顺便解释为什么会洗掉那一只，我洗掉那个爪巴，我是洗爪巴啊。那个阿修的部分我没去洗的原因是因为体系的话，我现在等于是下拔罐草，然后拔罐草下来的话，它就变成我二队的新体系。啊，本就不用到本能体系了，因为现在的话，后期可能暂时的新体系就是蕉的体系跟那个拔罐的新四魂体系，所以阿修的主要是卡在他是蛇魂，然后我怕说我蛇魂不够的情况下，所以先留着，因为我怕二队没有，我怕二队是卡没蛇魂，因为我目前的蛇魂卡在的队伍应该是。我一队那时候可以摆是摆卡在灾石啊，我记得我二队我是没有再有一只蛇魂的情况，不然的话如果要处在拔罐草要能开场大的情况下的话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养成蕉吧。我们一开始就先把它先升星，也只能先练五星啦，我也没办法上到六星，就是练太多角色的后果。大家尽量不要像我一样有收集控啊，收集控的话，这个练脚很累啊。基本上还是可以到红五的话是玉林的话可以直接开，我看一下玉林是要多少。6710。我不知道本能我还够不够，因为我记得本能我好像不太够。多开无所谓，因为等一下弄装备的话也是要多多少少也是要上一点，所以是还好。我看一下6的话差多少，4030加140加143，然后等于是6710，我先减现有868减802减84870，剩10，还差4166，4000多我好像不够，因为目前的话只有900多，这一个我记得也开不到，对吧、啊？这也只能开到玉林，所以我目前不够，没办法开，然后没办法让它弄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可以洗一只角色特地让它上，只是很麻烦，然后差一阶而已，差一阶大概6000战力啦，所以它以现在来说都是万在跳的战力来说，影响并不大。好，我们再来升装备的部分。装备部分，我们先觉醒到5阶。我只是怕我的徽章不够，因为徽章主要是就卡在，我有先把离属性的淬炼的那一个白丝先拔过来给那一个蕉用，因为至少我想说每只至少都是有，啊有满再说，有多的再拿来用。基本上角色尽量不要像我这样子玩，资源永远不够用啊！不然的话，正常来说，我应该也要有一个五星暴风的那一个战魂的。如果我没有这样子抽角色的话，因为你看，其实他们前面在玩的那些图啊，我的角色其实都快跟他们，我都跟他们差不多一样多哎、欸。啊，我又不是，我才他们至少都已经是 B16、B18 以上的玩家了，我的话才 B13 的，我这样子跟人家玩。就是还
差一个，对嘛？差一个才能满血。我好像没多的。我看一下，记得，但是没有特地给谁装。对，记得我没有其他的大事。好吧，先就不纠结。目前是到67万，希望练完至少有在80，要85以上。应该都可以先弄到110就好。其实这一次蛮多幅那个交抢的蛮激烈的，甚至我们这边也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。你看这一个，还算是那个山寨太阳是在算是挑衅嘛？你看这昨天嘛11号，今天12号，你看不好意思让小弟抢到了，真的是挑衅就对了，超北岸的。然后我们社团就回答说想表示什么。对吧，超好笑的，超北蓝的。好，继续点，先到70万，快速升，升得到哦。血脉的话，这一个我还没用。我先给他上龙虎，因为我要把他丢后排，所以我先上龙虎。哦，我是把拔罐的拔来用，因为至少组队要全满。我组队目前没未满的应该是白狮的部分。记得其他角色应该是也有丢到一点，但是白狮差一阶而已，应该是可以到时再给他单独再满起来，所以应该是还好。好，目前练完这样目前看是82万，82万，我在看战魂的部分我还没用，还有技能我也还没用。支持后面的话会比较练的话会比较好，因为有些15支持你淘汰出来资源的话，其实误差不会到多大，所以你洗，因为你后期我们是15支持会比较难练的，是因为很多那时候我们太换是太换14支持，啊你14支持跟15支持的角的资源本来就有所落差在，
所以的话变成就是我们你在用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不适合。这个会点满，这个好混乱啊。我基本上祭祀我会多点满居多啦，所以其他可能就先落在90。目前是84万。觉醒的话，这里属性我至少都会先上到。那这一个的话是没办法，这个现在没办法。目前是85万，其他奥义的部分我是也上了啦。这个的话没有满，刚好只限100。奥义的部分是有上，但是没有给他没有点满。大宇宙部分也是上，也是给他先上了。一个部分我们再看一下，祝福的部分我也移植过来了，所以祝福部分我也都不用去用，祝福部分我全部都移植过来，所以现在是啊，这两个没有100%，那我把它用到100%，用到100%应该要歇歇时间，两个应该很快，等一下再来做竞技场上的测试。但是我觉得应该目前影响不会多大，因为其实目前的话应该也都是要开门之后，至少要开到两门，然后比较有感的话应该是要他应该是要开6门之后专的部分你会比较有感，不然的话因为目前的话我拿他我是丢后排，这样子变成我不知道我后排输出会不会不够啦，因为我目前拔罐的输出目前还可以接受啊，目前是维斯的输出还不太出来，因为我战力还没有练到多，练得太高，所以我的输出还没整个出来。虽然复活后是真的是蛮痛的，你像那个在竞技场的时候，那在拳王争霸的时候，他复活后基本上快可以抓掉那一个高我200000战力的拉尔。差一点点而已。不知道最近拳皇也累个，而每次一直在那边转跑马灯。都习惯30-30在跑，因为后面我觉得50好像不太稳，我50的话我是觉得不太稳，因为他有时他一阶一阶跳的时候你用50很浪费，除非是到已经到红色至橙色的时候你用50的话也不会比较好啦，就是会蛮多是在浪费在刷的。30目前我就觉得算是比较刚好，10的话太慢了。在
三四次左右应该会。好，这样子就目前练完是只能练到这边，目前还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再往上冲了。好，那我们暂时那个竞技场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就先等一下测试竞技场的部分。如果的话，这个的话我摆这个位置，摆四号位。好嘞，主要是基本上应该战力可以到那一个86万才对，因为少一阶嘛，我等下其他我都要调整。好，黑骨汤打我，好，我们就测试一下。我们打打看胜利好了，我们只是先测试看看，因为应该是测不出来，目前应该是测不出来，应该是会打输啦，因为他也是六门拉二胡，六门拉二胡前排挡太多了，他主要是我紫苑真的是现在还是太过于强大了。始めるか。Are you okay? Huh? Sorry. Agaki.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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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. Athena. Oh, come on. Star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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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我觉得脸上有差很多，他们实质在打的伤害差很多，因为你像那个刚才排出这样打下来的话，是靠额外伤害的，他是靠他的血量总血量额外伤害，所以才炸出来。不然照理来说，那时候我用噬魂的时候的话，我的灾势应该已经死了。会撑不住紫苑的一次打。始めるか。目障りなんだよ。あがき。始めるか。行くぜ。食らいやがれ。白石来了，那个白石还是撑不住。哇，好痛哦！这一个我那个真的撑不下去，胶没有，胶完全扛不住那一个紫苑的一招。我のみを叩く。叩く。Are you okay? ほ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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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あがき。はあ。アテナ、行きます。出ます。いつまんや。始めるか。我が心は決しておりません。カーネフェルの神髄を。次元が違うんだよ。次元が違うんだよ。ダンスイクルート。目前确实应该才是在最重的队伍。好，手
神髄を。输出其实有点，就是输出有点太，我还不太够，加上前面太坦。好，我们再来测试打，之前会比较常抓我的，还有一个我那时候抓不太下来，突然找不到他嘞，他可能会被打得比较后面去，弯曲风。他这队友其实有时候抓不下来，他会把我抓下来，战力那时候差了快100万，我竟然打不下来。他队伍配置那个真的是，应该是说竞技场的。超偶雅典娜跟紫苑这其实搭配起来实在是太强势了啦，紫苑真的太强势了。始めるか。アテナ、行きます。テレポート。は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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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いかがですか。はい。这脚有点软，是真的。目前看起来脚好软。罗列，毛，手攻击。哈，罗列，毛，毛，手攻击。こっちだ。我のみをたっとぶ。ただ目障りなんだよ。それ。長き。始めるか。ビッグマンや。アテナ、行きます。テレポート。次元が違うんだよ。ダイコスター、ダイコスターだ。流星拳。撑不下去。カーネフェルの神髄を。Are you okay?始めるか。这一招我还是解决不掉他。カーネフェルの神髄を。アテナ、行きます。行くぜ。食らいやがれ。次元が違うんだよ。扛不住。好，竞技场目前就先撤，比较常会打我的这两个就好了。这目前撤出来，坦度是有起来没错，但是整体上我的队伍输出不够。目前的话，这结论是这样子啊。目前的话，等于教的进度，我们练石老师暂时先练成这样子。结中目前结束的战力是85万，练的其实也算是两光两光的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这则影片我们就介绍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